Chief Boys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我觉得，在这个年龄段里面，他们其实补了一个大家的情感基础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缺。Chief Boys 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市场，那这个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去呵护、去保护，因为这个是很可贵的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努力的年轻人，非常的受欢迎，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简单和他们的才气。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。红色什么红色，就是和上次说上面一个一样的Thank you.